不好意思，今天因为有事情就比较忙一点，然后拖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比较晚哈。好，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怀旧系列，这一模二也是寄生前夜二，大家看一下，继续看。我有查到说那个训练场啊，他有东西，他有送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希望不要太难。等一下，这里，嘿嘿，我现在就开始。开始吧。啊，就只有一个武器啊，等级是一。哦，要三发。补子弹。补子弹。要照顺序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为什么收不到？这算成功吗？应该不算。我们挑战等级3看看。哦 ，BP 才100，还要继续。BGM 呢？一用这个武器要选哪一个？一样。我们一次先挑战3。请从左边的路口直接进入训练场地。在对象旁边按下圈键可以进行调查。移到墙对面的 A。移动，好，7公尺，蓝色的黄色光点，这个表示的是人类，对其射击后会被减分。这个在移动，子弹，还有子弹无限 ，VR。哇，糟糕！OK， 一个没打到，我扣分了吗？剩40秒，希望分数不要太低啊！都是人，打到人了。
啊！拿得到分，拿得到道具吗？26,100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们第三阶段可以，我记得有奖励啊，二代专区武器店，我们看军华区，等我一下，等级一有9AN 二级的碳50发。等级三有护目镜，46,000，哇，46,000啊！等级二有补充翼，补充翼不太，射击训练时穿的这个装备，那我们看，我们等级三，继续，我们看46,000。46,000分，再挑战一次，不行就算了。啊，不要好了，我们等级一是那个9NN 二级弹50发。我们转一下子弹，因为接下来去沙漠的有些怪蛮难的。哦，按时大。OK， 哇，我们少拿一个，我们不要按太快好了，因为不然他还没瞄准，我们就直接先打。补子弹，三个没打到，好，有没有？看 BP 200就是有，啊，8,600，哦，有，没有啊，我们少打了那个，怎么办？好吧，好吧，直接出发了啦。怎么感觉我们的射击场训练，我还有待加强？等一下，我发现到一个事情，我看一下我昨天的那个。昨天的那个影片，发现说翼魔啊，
才有回音。我试试看这样单声道设定看有没有，不然的话可能声游戏音乐要关，游戏的声音要关掉。枪，散弹枪先不要，我们继续用这种普通手枪好了。皮尔斯，哦，有备用的武器，他在那边等我。你不是要给我吗？带有 BB 技术械隐形眼镜片如何？哦，有了有了。好像他没有东西要给我，皮尔斯骗我。算了，我们继续，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护目隐形镜片。哦，有了，准备好了。皮尔斯跟着我们去沙漠，他没有战斗能力耶。啊 ，Real272，现在还有回音吗？加油机，这边没有怪物，太好了。先进去。仙人掌杰克，门锁着。啊，应该是那个九号。我们先准备过去，然后 ESP500。我来了，
取得道具，这边就有子弹了。进去看一下，似乎没有人，有怪物。其实都会担心会突然跑出来，啊，算了，哎，旁边有东西，没有，我们出去。这边先不去。二号，先来存档。结束，两发热弹。我觉得我要先强化热弹才对。厕纸用光了。这是西部牛仔的地方，看这里。啊，上手了。四号，啊，上手了。好，那就去那边，这里。一定有怪物，前面，哦，难得没有怪物，太美丽了。大号铅弹，哎，怪物，哦，来了。
哇，难得的一个村民就这样趴掉了。男性用的小便池，好大的味道！就算想拍马屁，也没法说是打扫得很干净。打扫用具，但是真的有用这个打扫吗？残留呕吐。那我们到这里看看，管理人不在，我们去楼上。6号。锁上，还锁啊？那就剩那个地方没去。哈哈，道格拉斯解体工厂后门，进去就应该就遇到道格拉斯。里面，我们走这里。我们先看有没有东西。桌上应该是有东西的，啊，没有。太过于奇特，看一下。之前有看到一个攻略网站。我们外围，没什么东西需要捡的。对，这边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需要捡。
重要，没有什么重要。好，走这里，出去应该就有怪物了。打不开，升上去。up， 没有反应。控制面板。那接下来的意思是，我看一下，调查孤井啊，我看到，我们去调查孤井。哦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刚刚按到 ESC， 刚刚按到 ESC， 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，放两招哦 ，MP 回25，赞。战斗手电回护技。好可怕，我怕怕，我怕怕，我怕怕，这声音很大呢。我们一样先回去。没有反应，当我们要从哪边开启？啊，这里。哦，有了。up， 道格拉斯知道一定会把我们毒打一遍，乱动他的车。给它下降。好，我们可以去了大门。是什么按钮呢？按下去。锁打开了。这里吗？打不开。
油压升降机上有辆没有轮胎的汽车。那可以直接这样过了。所以现在是要再把它升起来的意思吗？在这里先按 turn， 然后右边打开金属模式就按 down。铁卷门旁边的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然后再用从哪边得到六号键？到格拉斯那里。哦，知道了。我现在真我真笨，再这样转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这样过去啦。好，不理他。道格拉斯，你好。Stop。我设个 FBI。说得好正确。等于 IST。哦，女主角把一切都说了。真是的，滴滴滴，滴。不过他一个人跟真辛苦。六号房钥匙应该是在楼上。阿雅好像在哪听过，我是一代的主角，这是日本人的名字，母亲生我的时候取的。零，我想拿你的散弹枪。哦，大家都逃走。不能随便使用。啊，这里，
从这边出去吧，让我们看看。不是哦，啊，等一下。